小白拍的对决，拿了好，赚了这么多十块，那就靠这个赚钱啊！漂亮，这么强，背面也好看，你看又白又好看。 何冰娇跟我拿同款拍子哦，差一，你看两把小白拍，这何冰娇那把拍子卖500块钱，何冰娇那把拍子卖500块钱，新德福这把拍子卖1500，他叫希望，啊，他叫希望，这把拍子卖1500。 你们都打成女单了，很慢。其实何冰娇动作也一致性也挺好的。这我觉得他张太差了。何冰娇把没得没，何冰娇那次打新德湖把现在我晃的一愣一愣。大裤仔真好看。嗯。大裤仔什么动作都好看。嗯，生气的也挺好看。 确实长好看，可惜他的日本还是韩浩好看，是不是最？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应该是他忙着赚钱。好球！这输了，这输了。 跟他磨十年了，对，对方都没有什么实力竞争。几点？几点？抢办法？对，抢办法，你被干了，看一下。 西本全太啊，还可以。我觉得西本全太的发挥很不稳定，什么？不是他们那个叫什么？太多，不是说什么出各种？怎么说呢？哎，不知道。但是他又是个进攻打法，你有啥好说的？好。 他像这种，他每次都是。不聊聊也没事。还有他自己好像把自己的战术反复放出来，整个放出来好像反制都不防。好一点点，有国家养着，比世界排名在前面的。 就算是国家队，就是很职业化的，就不像中国是专业的。妹子还好挺好看的。 一个出击的妹子，这边录完了，录很爽。
山口县，我到底什么是一姐？山口县还是奥运希望？现在吗？现在还是奥运希望。山口吧，山口应该排名高一点。单打，你现在不分男男女，反正只分单打。不是双手，这两个都是右手啊。是啊，我认错了，认错了。左门员，你左门员，你干嘛？这是武汉话，你刚摸是吧？这个很深的。你没发现日本女单？排名前两个的都是魔教了吗？人家是没练，没有坚持。但是他就是强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身体和你技术相关性不大。你看一般现在很多多半都是有高个子带着矮个子。赢了。